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会议长邱义胜。桃园市升格已经八年，人口数超过230万人，是六都中唯一正成长的直辖市。在这样的环境下，议员请走地方，请听民众的心声，也更显得重要。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四位议员的脚步，一同建设更美好的桃园。随性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好好爱我，好好珍惜。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扑克牌，又或是四人一桌打打卫生麻将。来到文件站，就是可以这么轻松自在。这是杨梅文件站的日常。目前全桃园市共有35处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包括复兴区14站、都会区21站，提供55岁以上原民长者简易健康照顾、餐饮、文康、休闲等服务。每站依规模大小，服务人数从20到49人不等。市议员王宪莲认为，目前的量能还不够，包括服务人数及空间都有待提升。老龄化的区块已经是大概达到15%了，所以目前我们桃园市已经设置了35处的文件站，服务量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文件站呢，能够在各区这样子办理的状况，还是远远不足以去服务到很多的长者。那目前呢，今天来大家来看这个杨梅文件站，这其实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文件站。这文件站有服务26位的长者，那来到站上的长者他们蛮踊跃的，可是这空间非常的拥挤，那很多的活动啊，在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点委屈他们。杨梅文件站位于图书馆普兴分馆3楼，空间不算大，但从他们笑容中回馈的却更多。这位大姐从文件站成立之初就加入，来到这里生活变充实。我就跟他们讲说，文件站是不是很快乐？他们就说很快乐。在家里会不会很快乐？不会，因为在家里都不会笑，来文件站就会笑了啦。对，学到东西，对，又学到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瓮，台湾煮的瓮，有没有？有蛇吗？这个就是那个图腾。对，在文件站会写很多啦。同样从文件站找到笑容的，还有这位大哥。我来这边已经快3年了。最大收获是心灵上的那个。这个安抚，因为来这边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每天都说说笑笑，时间上都很正常，是吧？7点来，7点回去，这样，心理上都有一个规则的生活。除了游戏之外，画画、编织等技艺在文件站都可以看到他们学习的成果。文件站设置的目的就是健康促进、延缓老化。因应高龄社会需要服务人口增加，王宪莲向原民局争取新建杨梅原住民集会所，地点临近茶叶改良场，届时可将文件站一并纳入规划。成立这个文件站的这个4年当中啊，我们一直在反映原民局能不能在新建我们杨梅区的原住民集会所。那这部分呢，目前原民局已经同意能够来办理，因为他有找到在我们这个埔心有一块地，那现在呢桃园市原民局已经申请土地的拨用，那未来那个地方除了要办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我们可以专用的这个运动公园之外，那也会在这个公园当中新建杨梅的原住民集会所。那有了这个集会所，我们这个文件站就应该是有谱了，应该可以到那边来办理。这项工程预计3年后完成，届时将可提供原住民族办活动、文化祭仪、休闲聚会场所。而一区一文件站是桃园市的目标，补齐最后一块拼图。新屋区今年将有第一个文件站。
这刚刚提到这个35个站的当中呢，唯一就是没有新屋，所以我也一直在议会这个咨询这个部分，我希望原民局能够赶快，能够来设置，因为我们它毕竟是一个偏乡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老人的照顾不能因为偏乡就忽视了，所以我在这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原民局赶快来设置新屋这个最后一块没有文件站的版图，让这些原住民长者让他们感受到政府没有忽视他们。好，这部分在原民局，我跟原民局沟通的之下，他们今年要准备设置这个新屋文件站了。屯市原住民人口有81654人，其中超过72000人散居在12个都会行政区。为了延续原住民部落农耕文化，原民局在龙潭区成立桃园农场农耕示范区，提供经验传承与交流。很早以前，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这个流传下来的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智慧，就是农耕的经验。那所以当时原民局也规划了一个叫做农场的一个示范区，现在目前在龙潭。那现在呢，目前他们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些族人哦，将近已经有200多位。有时候想到以前老人家有种过的这些我们曾经吃过的美食的佳肴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在种，有这样的一个农地可以去种植，那我们能够获得这些收获的时候，他们吃起来，他们都觉得真的觉得说，哎，真的是我们的祖先的一个智慧。原民局透过农业管理、假日市集以及观摩交流，辅导提升农友的专业知识。龙潭的成功经验，王先莲希望能够推广到大溪芦竹区，让更多原住民朋友体验农耕乐趣，传承原民农耕文化。从生活照顾、休闲活动到长者的照顾等政策，要让原住民族感受移居桃园的幸福感。从中壢警分局沿着台一线往中正路方向走，过了新建街路口就被停放的汽车挡住去路，必须走到马路与车争道。中壢警察分局专用停车场由来已久，随着周边交通繁忙，人车交织，行人路权受关注，停车场也到了退场时候。这个停车格其实由来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一直没改，因为这一块转角地位于中壢警分局的旁边路口，是中壢区新建街跟延平路的这个路口，那交通繁忙，人也是很繁忙，因为前面的马路延平路就是车水马龙，好，所有的汽机车、公车一定会从这个新建街经过，它回总站。旁边有很多学校，中壢国小、中壢国中、中壢家商，那旁边又有壢警厅跟这个壢小故事森林，所以集合的观光文化、学区还有商业中心。这边右转延平路中正路口，就是往中壢火车站，就是未来的 A23 的地方。那之所以会想要取消这4个停车格，跟警方、中壢警分局和桃园市警察局和交通局来协调。停车格释出改划人行道，牵涉到桃园市警察局产权养工处、交通局等单位。市议员黄敬平今天邀集相关单位共同会勘，不要让人走在你看那个摩托车跟公车的车道。我们的原因是这样。这样走，很多人都说会走到马路上。后续的时间，你说2个礼拜，10月就可以做，再跟市警局和分局去协调，然后交通局再麻烦你们跟市警局这样，是，谈一下哈。我说不要做标线型的哦，我知道，要实体、那一块哦，那一块做实体。对啊，那就是实体人行道，就那个啊，就是那个车子停了，现在那个中壢那个是产权是中壢分局，那刚刚你们同仁说那个做2个礼拜就好了，他说10月就可以开始做，那这样就可以直接。接那个骑楼就直接穿过去，人行人就不用走在那个车道上面，哦，就这样那用意啦。这项工程10月施工，预计2个礼拜就可以还路于民。你们就走在这个人行道，然后把它变人行道，就不用走在那么危险了哈。好，很快，好，这个年底就会做了哈。你这样子行走不方便，以后就走这里面比较安全哈。行人安全获得改善，但中壢分局释出的4个车位得有相对应的配套，而刚启用的中壢国小停车场正好提供解方。这也是符合市政府的一个美意，而这个状况跟做法
我大概已经铺梗铺了两三年，在中立国小地下停车场开始新建之初，我就希望能这么做，所以当时我跟每一任的中立警分局长还有这个养工处处长都私下有先交换过意见，交流过。那等到中立国小的地下停车场一旦完工开始启用之后，我就打算落实这么做。打造友善行人环境，桃园还有许多进步空间。以推动骑楼整平计划为例，市政府多年来投入经费改善，但成效有限。黄敬平讽刺桃园的骑楼就像跑酷障碍赛，很不友善。民众的心理的观念跟想法会认为说，骑楼是我家的空间，我好意提供你们这个用路经过使用，那你也不要对我要求太多。那有些人自私一点，他可能会说，这个骑楼我不让你做这个骑楼整平的空间，是因为我要停车，我本身就有我的停车需求，我把它当成我自己私人的我家的停车场。那有些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店家，或者是有些店家他可能是租赁出去，租给人家，他是房东，租给人家做店面做生意的。那做生意的人他会说，你们都不要停我门口，我不管是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形态的这个店，我开门做生意，我最怕你们把它停得满满的，所以通常会放一个像这样请勿停车，然后或者是三角锥或各种障碍物，就把骑楼又占用了。而像这样的骑楼空间，行人还能通行，就怕骑楼变卖场，那可寸步难行。或有些骑楼的这个屋主啊，他整个空间会租给人家做生意，这个在中平路情况特别严重，中平的这个行人徒步区的商圈，骑楼做生意，人行道也做生意，尤其是骑楼，因为骑楼是没有受到刮风下雨的限制或晒太阳。那有些店家可能比如说卖衣服、卖成衣、卖杂货、卖物品的，他店面里面空间不够之后，他就会堆放出来，等到收店打烊的时候，他再把他那个推车下面都有轮子再推进去就好。所以大家最常看到的台湾的商圈的商业形态是这样。虽然政府的每一把骑楼都尽量每一个空间让它有一个衔接拉平，然后让它不会像刚刚我说的障碍坡道一样，你忽高忽低又上又下，很难让这个婴儿车或身心障碍族推轮椅的时候这样子通行。但是虽然把它拉平了，可是往往碰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民众的法治观念跟他自己的在产权使用的观念的没有一致，所以会变成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个骑楼的这个空间能够让出来，让行人真正的行走。民众法治观念要提升，交通运输规划也要与时俱进。 U-Bike 公共自行车提供接驳最后一里路。屯市目前12个行政区共有416个站点，其中以中立区106站为最多，尤其纵贯路沿线公车班次多。黄敬平与交通局协调，在立井町前再增设自行车站点。微笑单车站的 U-Bike 2.0 希望设在这边，因为交通局告诉我说要3×25公尺的长可以宽的这个空间，那公车都会进进出出，尤其是省道台一线延平路这里齁，会有那个桃园客运的，它一路公车是最繁忙的公车班次，然后乘客很多，公车很多。那如果 U-Bike 设在这边，要注意公车跟 U-Bike 微笑单车的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它的危险性，就单车牵出去，公车回来，公车到班或公车要离开，都要考虑到这个跟 U-Bike 的冲突。所以像我认为说，这边有一个黄线禁止临停，那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 U-Bike 2.0 它可以设在这里的话，符合它的数量跟需求，那未来公车站在这里有一个公车专用停等区，那边有一个公车专用停等区，这样子是不是让 U-Bike 可以有一个那个协调的空间，或者是 U-Bike 牵着之后可以从我左边左手边的这个方向尽量避开空车停等区的这个方式离开。 U-Bike 设站需兼顾便利与安全，后续交由交通局运规科来研议评估。桃园升格后人口逐年成长，道路与交通需求与日俱增，不论是友善行人、骑楼整平或是政策规划，都需要宏观远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逐步落实改善，为交通建设擘画更美好的愿景。市议员张小云去年选举前规划了一套政见白皮书，在进入议会之后持续以白皮书内容作为问政主轴，希望落实对选民的承诺。那我过去一直在中立出生，中立成长，那因缘际会的踏入政治工作，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有一群支持我的人，让我有机会带着我们的政治理念进到议事堂。去年选举的时候，我有设计了一款政见白皮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中立市民的期待，以及我对于这个地方上发展的承诺的以及理想。那我希望呢，就是在政见说明会跟大家在阐述我的理念的时候，我希望也能够逐一的去实现我们的政见。桃园升格后，中立区人口逐年成长，目前有将近43万人。工商业发达，却也带来难以避免的交通问题，包括塞车、违停等状况。那当然，民众最在意的，当然还是交通建设的议题，不外乎就是上下班可能会有一些路段，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平交道、交流道交通拥塞的问题。希望未来能够透过公共建设，我们能够积极尽快的完工，可以改善这样的问题以外哦，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违规违停的部分哦，就是桃园的状况是蛮严重的。那当然，我觉得是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桃园最近的一路人口太多了，人口密集的同时，我们原本的道路设计就不敷现在来使用。道路开辟赶不上人口成长速度，为了透过大众运输及完善交通路网改善。我们希望呢，未来能够争取捷运线由内坜火车站延伸进桃园高铁站，那未来再搭配铁路地下化以及机场捷运线路哦，黄金三角的轨道建设，我们可以带动我们中立在一个翻转的发展。那在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确实的监督我们铁路地下化的工程，还有新设中丰北的交流道，希望能够舒缓我们中立交流道的上下班拥塞的状况，那去完善我们中立的交通路网。桃园市人口数在六月突破230万人口大关，获得内政部表扬，推行人口政策绩优城市。宜居桃园如何落实居住正义？因为我们希望哦，这个桃园在配合铁路地下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能够在铁路地下化下降，我们会多余出来的一些这个公有地，我们希望能够在公有地上面去设计多功能的社宅。那我们希望这个社宅呢，它有机会可以变成中继宅，这个中继宅希望可以用来我们桃园未来在做都市更新，在加速都市更新的时候，民众他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能不能提高都更的奖励，如果都更奖励能够提高，那会增加我愿意参与都更的意愿。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都更，我的原本的房子拆了，那我要去住在哪里？那这个中继宅哦，它的功能就出现了，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参与都更的这些民众哦，它可以有一个临时的处所。那这个临时的处所又是在交通很便利的地方，例如铁路地下化之后的火车站周边，那就会提高民众愿意都更的意愿。市政府今年致力打造桃园成为年轻父母愿意生养的城市，推出了生育津贴、5岁幼儿免学费及公共托育等政策，希望减轻家长负担，但实际执行似乎有落差。减轻父母的负担的同时哦，那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落实，就是我们的市政的经费预算能够真正的花在刀口上。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他公托公幼的名额虽然不断的在增加，但是呢，父母他会发现我们公共托育等等的这些机构哦，他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就是父母的期待。比如说他必须要在什么时间以前就一定要把小孩接走，那爸妈其实现在都是双薪家庭，所以爸妈他可能有时候会加班，或者是因为现在塞车状况很严重，他没有办法准时接送小孩，那他就会因为这样子的考量之下，他选择把小孩送到私幼，那就会变得就是说，你公托公幼的名额不断的增加，但是可能民众他会爸妈会觉得说，我好像去私幼会比较符合我的需求。针对公托政策，张晓云将会诊民众意见，再与市府沟通讨论可能的修正方向。随着社会形态改变，民众对于法律咨询需求越来越高，议员服务处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为民众提供了最实质的帮助。那我们上半年度呢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案件就将近200件，那大部分的民众是遇到两个状况，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产生的纠纷。那交通事故当然就是说，民众用路的习惯等等啊，未来如果能够这个提高用路的这个数值，它能够降低以外哦，再来就是我们
道路设计不符需求，那这个道路的改善也没有追赶上人口成长的速度，那所以呢就会导致成这个交通事故很频繁。然后呢交通事故频繁之后，如果他有保险，当然保险公司可以解决，但是没有保险的时候，他们在理赔上有争议，他们就会请我们服务处的律师来去跟他做一些咨询。除了交通事故纠纷之外，诈骗手法翻新也让民众防不胜防。很多民众他不小心听信到网络上一些甜言蜜语，然后呢这个我们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啊，提供这个账户给公司去做一些账户上的管理等等的，然后他不小心就把这个账户交出去，就被人头户，他的账户就被列管了。那列为这个警示户之后呢，他就薪资也没有办法转进来，然后呢自己也不能去做一些网络转账。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在民众这个防诈宣导的这个部分哦，我们也希望市政府啊或者是金融机构还有这个警察单位能够密切的结合，怎么样去协助民众去做这些防诈宣导，防止他们受骗，然后影响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张小云提醒政府加强防诈宣导，让民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接轨国际，桃园的整体发展必须跟上时代潮流，包括争取医疗资源整合，提供长者健康照顾，配合产业发展，扩大人才培育，推动亚洲矽谷创新研发中心，打造运动城市，以及创造宠物友善空间等等，都是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木质的手机架、面纸盒、缩小版的磨钵木臼，既实用也能当摆饰，这些都是原住民族人创作的木艺。市议员张秀菊偏爱木头精致的质感，索性将族人的创作带进工作场域。这个我们的族人也是我们长辈啊，他真的用木雕，用他的手工艺来创造，也能够设计出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可以使用的一个那个木雕的一个很宝贝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功能？这个可以，它当然有美观了，就有一个摆饰，然后也可以放着我们的手机，可以就这么放的，很方便，而且它也有点像那个收音机的造型，非常感觉就非常的精致，而且木质的东西真的木雕的东西真的是比较有感情，然后也很舒服，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样的死有他的感情在。对原住民手工艺，张秀菊从小耳濡目染，特别有感，从外公及妈妈身上看到对于传统技艺的投入，深受感动。我的妈妈也是一个手工艺的一个国宝级的人物，那外公是我从小时候，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已经是一个编织的一个，也算是大师了哈。我们能看到的，像要渔网，还有背篓，还有各式我们生活上厨具方面需要用到的哈，不管在户外还是在家里所用的所有的器皿。都是需要用人工来去制作，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就是看到这么样的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文物，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妈妈，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我们的手工艺的传承。从日常生活发展出的工艺，在过去是民生必需，而今看来都是智慧的结晶。因为以前都是用藤条，还要去取得，也不容易，还要很多的工序，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它的智慧，还有它的技巧，所以这个非常珍贵的我们的手工艺的部分。那我也希望在未来我们手工艺的一个传承也有兴趣的不管年轻人还是我们现在的妇女都可以学做我们最古老而且最有智慧的生活的一个工艺。张秀菊希望在文化传承的同时可以兼顾生计，协助行销推广。
针对公益彩券盈余分配，112年桃园市获配基金用途约15亿元，依照原住民人口3.52%，应该可以分配到5280万元，但实际只有588万2000元。公益彩券的分配盈余不均哦，是我上次总质询的时候有提出，那5200多万，但是我们只分配到580几万。那也就像来扣下来大概还有4000多万左右。那我上次提出了以后，有社会局有给我们500万的一个补助给我们的原民给原民局做于我们文件站的补助。所以当然这个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也会秉持我之前对这个分配不均的部分，我会很努力，一定会努力争取，也希望用在我们的所有族人的福利啊，还有我们的权益上面，挹注更多的一个金额。另外，原住民各区总头目及协进会主席的事务费多年没有调升，也是议员关注的焦点。我们桃园市的主席以及我们桃园市的区总头目，好，他的收入一直是事务费啊，不是收入，是事务费，大概在3000块左右。好，这个3000块已经非常久了，已经很多年。那现在我们人口一直在增加，但当然呢，我们所有的琐碎的事更多，好啊，对于活动的召集我们所有族人的歌舞的表演呢，要为我们活动非常多，丰年祭啦，社区的丰年祭啊，还有我们的岁时祭仪啊，还有各区的都有一直在办一些活动，我们的主席还有我们的区的区总头目们分担这样的一个事务，所以人越来越多，事务越来越繁忙。那但是还是一样没有再调升，明年说要调个1000块，我觉得这金额是不够的。我希望秉持我上次的政见，希望我们的主席们还有我们的区总，这个费用事务费能够调升到10000块钱。屯市原住民族人口超过80000人，其中55岁以上长者有12000多人，日照安阳有需求。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服务处旁边的这一块地，也是我未来希望在这边能够设置我们的日照中心，专属我们原住民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家能够再用母语的方式，因为母语真的是我们原住民的族语，也是我们的灵魂。有族语，我们才能够这个我们的原住民才能够生存下来。如果没有母语的传承，我们这个族群可能就会消失。所以我也希望在这块土地上面都能够设置我们的日照中心，专属我们原住民的，能够给我们原住民的族人有非常好的照顾。日照中心预计年底动工，渴望在明年中旬完工，提供原住民长者日间照顾服务。推广传统技艺，照顾弱势，健全福利措施。张秀菊希望透过全方位的服务，为族人发声，争取应有的权益。疫情解封了，各行各业蓄势待发，航空城开始配地，优先产专区积极招商，新市府施政有感，新民意全力监督，有感提升国家竞争力，完成跨时代建设。桃园市议会与市府团队携手努力，打造幸福之都。